係係啊係啊，好開心，因為第一次係用歌曲去攞咗一個歌嘅獎，咁係對於呢只歌，即係呢個作品嘅認可咯，咁係非常之開心榮幸，同埋呢只歌都係舊年自己最代表自己同埋最提到自己嘅歌嚟嘅，咁好開心，大家中意我又中意啦。系，都系啊，好多好开心噶啦，因为碟而家就已经慢慢陆续出紧之后最后嗰批噶啦，咁应该都尽量满足到大部分嘅乐迷咁，但大家如果想买都可以继续去买嘅，应该买到嘅呢几日会有现货，我估有啲铺头系。咁样呢个造型都好特别，嗰只帽有冇啲？系啊。係啊，純粹我今日覺得個頭有啲空虛，跟住同埋今日係青春嘅主題，我就覺得整一頂細細地嘅 QQ 地嘅帽咁啦，咁我覺得又可以幫到我 cheerful 啲嘅，即係有時我上堂我就會唔識笑啊嘛，咁佢會幫到我嘅，我覺得。即刻青春曬。係啦，就算我唔笑，你都覺得佢開心嘅。大笨象有冇意思㗎？咩話？大笨象啊？係啦，咁咯，就係咁咯，我就會跳舞咯，朱娜就會都上樹啦，嗯。點解即係會唔會跳舞？參加呢個創唱？唔知咧，我睇新聞就話有咯，可能冇咯，最後我唔知啊，我咩都係睇新聞啊。都想即係想一個肯定啲作為一個作品。都係啊，同埋我覺得唱作其實。我都想同大家講，即係唱作未必係淨係我一個人唱曬作曬嘅，其實好多其他嘅製作單位幕後人一起做，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可攞嘅話，就都可以一次過多謝曬所有製作單位朋友。